来，看卖啊吼，买水果啊，阮的水果真甜呢，看咧，菠萝、莲雾啊吼，也是这哈密瓜，这哈密瓜袂歹呢，搁甜搁香搁好食呢，嘿啊！你听我进去，谢谢，我甲你进看卖吼。唔免茶啊。哦，免茶啊，吼。 黄仁心，黄仁心，你紧起来！黄仁心，你是啥？黄仁心，阿妹怕我？我要怕你！你拄啊，嘛，互人拍心。你伫遐伫遐厾吧，倒水呢，我着听到有人咧浪漫。我一开门，就去互一个像乌噜噜的人攻击。两伊是啥？我袂赴门，伊着攻击我，我反抗掠伊。 是你，我就是拄则穿乌噜噜的人，你是啥？你到底要创啥？真正衫毋是我的，是我有黑捡到的。你这是怀我攻击你咯？应该是我怀疑你，拄仔迄个黑衣人是你才对。黄仁心，我问你，拄仔你去房间内底，想要甲电视人，是不是你？我无熟悉你，我是安那要害你？因为你的目标是本来在伫面床顶吴佳文，这更加无可能。
我甲焦文琪好姊妹啊，我无可能伤害伊。你这个人真正足奇怪的，你走入来别人的家，关咧电脑鼠灰，你到底有啥物企图？你是谁啊？你哪会知影我叫啥物名？我是谁？我是你宝娜，你真正小大心，我是你是对头，你袂离开我。你是我是对头？嗯，所以你才会跑啊？ 怕你也不是我啦，你讲你这摆该做啦。那你跑外人是啥？叫我来，叫你到位，我要去找伊，我叫伊报复。哎，这无伫个啦。这是啥？还是拄则我对迄个人身躯顶掉落来的。 你敢清楚啊，阿伯啦？你都放开啊！你不要放开啊！你敢放开啊！这是扯到粗糖啊，都想要出去杀人，敢有这么恐怖？这位小姐，你到底在讲啥？这条牛啊，是一个欧洲高级服饰品牌的纽扣，因家哦是专门做私人定制服的。 我有一个亲戚，是这个牌子的四中客户，所以怕我的人是你的亲戚。这我嘛袂当确定。哦，你哪会啥物拢唔知啊？真正歹甲你沟通的，我要去找阮家文。哎，唔免啊啦，家文无伫的，啊，不过伊即摆人真安全，你当放心。 小可，啊，恁来遮还袂困啊？什么代志哦？歹势啦，小文姐，我今仔日哦，嘉宾人伤济啊，所以困袂去。我原本哦是咧追剧，啊，毋过我看着我的手机啊无电啊，嘛毋知影帮咱家充电器放伫倒位。啊，伊的充电器放伫电视柜的脚头一个拖鞋底啦。哦，好啦，那呢我等一下去摕。嗯。 是讲，嘉文姐，你是互我吵起来，还是甲我共款困袂去啊？我甲你共款，我嘛困袂去。为啥物啊？敢是因为张正浩今仔日甲你讲过的话？嗯，我毋知影，我是毋是应该相信张正浩，因为我根本无法度判断真诶还是假。 我即阵啊，含严师安尼相处落来，我无感觉伊是伫咧搬戏啊。所以，宝娜一定是想要帮你找苏达安，才会甲你参详，先代替你住伫恁兜，对无？嗯，宝娜伊讲，但是正好讲的是真的，我着问伊个冒险，甲王严师单独相处。 所以，才想要替我查出真相，了解王妍希即摆情形状况到底是安怎。那呢，张正浩到底甲你讲啥？啊！你想，你想要从啥？你莫跟我来啊！ 张正浩，你是安尼规规矩矩滚窗啊？我若是会当公平正大来找你，我敢有必要呢？你讲这什么意思啊？嘉文，你是不是不想听我讲？你千万唔通用这种替伊照顾言辞。
那么你一定有危险的。虽然说他照顾王妍希会有危险，其实妍希的病早就已经好了。虽然说他照顾王妍希会有危险，其实妍希的病早就已经好了。现在在你面头前出现那个，那像把过去所有温暖拢放袂记的王妍希，其实是演出来的。而且这所有的状况，王世雄拢知影，伊即马只是咧替伊暗扛，想要让妍希有机会通好找你报仇。这边哪有可能啊？之前王董事因为王妍希的代志来向我回信了几啊摆，我看得出来，伊对伊的查某甲这种偏激的行为，迄种无奈，迄种无能为力，这毋是演出来的。就算妍希，伊参像你讲的安尼，王董事伊嘛无可能去在伊的查某囝安尼为非三走啊。因为王世忠已经被妍希影响到啊，伊即摆嘛同款认为你是一个心机足重的查某囡仔，而且伊对你已经有敌意啊。无可能，之前妍希正常的时阵，王董事就一定不信你王妍希啊。即摆妍希破病啊，王董事佫较无可能相信你的话啊。无唔对。照一般的状况来讲，一般的人的认知无可能这么简单的用改变。但讲世上，伊不是一般的人。其实妍希的精神病是甲伊团有关系，所以我合理怀疑，王世上的精神应该嘛是有问题。妍希受了这么大的刺激，所以才来发病。王世上。因为王妍希破病了，受到足大的刺激，所以才甲妍希同款，拢有被害妄想症的镜头。我即马是袂当确定，伊的病情到底有偌严重，也毋过我当确定的是，因爸仔囝两个同款的目标拢是你。所以，你的意思是要我提防王妍希？阿哥王世雄，嘉文，我拜托你，你一定要好好保重你自己。阿哥，你巴肚内底囡仔。宝娜，是我啦。这嘛凶狠嘛！王董事竟然跟王妍希同款对你讲白菜哦。生查某囝嘛，袂当生到安尼无是非吧？但是照郑浩讲的安尼，王董事真正跟王妍希同款破病，那安尼伊心态改变，当然会改衰啊。啊，不过我是感觉都会怪怪。嘉文姐，你敢真正确定你要相信张正浩这个职业变身啊？张正浩伊甲我讲这件代志，嘛是叫我爱较细腻王妍希的尔。这对我来讲并无任何的损失，而且伊嘛得袂到什么好处啊。我就是感觉都会怪怪的，代志又无这么单纯。我嘛希望是张正浩想伤多啊，啊，若无有一个王妍希破病，就一定足可怜的啊。若是连王董事嘛破病，安尼王家未免嘛伤悲惨嘛。嘛是啦，即摆哦，只会当等宝娜观察以后的判断。
看起来啊，伫咧找出真相之前哦，咱就要长期抗战啦。你放心，我会一直陪你身躯边的。多谢你。好啦，我继续来去追剧，啊，你嘛莫想遮尼济，紧休困。就算要到王延熙开战哦，你嘛要保持你的体力。我知，你嘛莫看伤晚，搁再休困呢。嗯，晚安。晚安。你早就伫个车卡，冰如姐，你哪只晚才回来？你拄啊是去倒啊？这你唔免管呐，是讲你要约我去散温暖，还是泡温泉？歹势啊，我今日你无用，连工才约。等一下，到底是你创啥啦？你应该袂是为着吴佳文来教死我吧？李宝娜，我是你的表姐呢。就算讲你看袂过我对付吴佳文的手段，啊，不过你是表妹，你无资格讲啥呢？假使你若阁加陪，我无得保证讲你袂去扫着红台尾啊。玉如姐，我来毋是找你的麻烦，我是有一件代志一定要问清楚。不是你创啥啦？真正是你。你的外套在一只溜网，你怎么发现是？你的溜网在我家，我的溜网哪会在你遐？无唔对，这是我今仔日来要问清楚的代志。我问你，想到你的溜网会到伫吴佳文因兜？请进，请进。请进。这条你我会落去，应该是去王延熙救的吧？你是当时见过王延熙？李宝娜，你真正就好大胆，竟然敢打我！玉如姐。你刚才拍的时阵，我心有偌疼。咱两个是位大汉的呢，你的个性我想了到上清楚啊。虽然你有动我阿爸，动我偏激，啊，不过我知影你是一个善良的人。想到你这么变到安尼啊，你竟然为着万多做这款害人的代志。是王延熙跟你讲，我去对付吴佳文，不是安尼啦。我只是要让吴佳文感受到我的痛苦。你做这款代志，阁有理由哦。好家伙，你当第一人是我，我两个都是吴佳文的。你讲迄个困难会当反抗你？你讲想过后果，真有可能是一生二命呢。你若不敢这么恐怖，这么残忍嘛？拄则我啥物拢无做，你到底是你讲啥？你莫阁骗啦，你当作承认啦。玉如姐，我较早真爱你，真尊敬你，啊，毋过为今摆开始，你甲我丢你的感情，怎么收收回来？因为你让我太失望啊！我甲你讲，接下来我会继续帮吴佳文。若是讲你坚持要找伊的麻烦，那安尼你要有心理准备，因为你接下来要对付的人，就毋但是吴佳文一个人啊，阁有我李宝娜，你上好爱有自知之明。李宝娜，你要替吴佳文出头是？好，我就顺你的意。啊，不过我绝对让你后悔，你听唔到人。